吃点螃蟹，我给我吃了，不行了，再吐了，我疼一点。哎，你都跟这待多长时间了？是不是该出去了这？嘿，老哥，咱俩下厨不挺和谐的吗？哎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开门我就出去了。哟，你人啊？昨晚还没出去，你怎么进来着？哎，这情况好哎，一下就给我送到这地方来了。哇，你知道一下我是谁？上，兄弟们。哎，走，满哪都是了。可是你的作用就是让屎变稀了。小样的，我加快蠕动，给你们都排出去。2000 years later 哎呦，受不了了，这也太疼了这。哎呀，怎么每天这屎怎么还越来越多呢这？哎，大夫，我拉肚子都拉半天了这。哎，就是感觉这一站起来就还有，这咋整啊这？你的肠胃有些劲儿，蠕动太快了这，给那点屎都堆一起了。不是，我给你开个药厂，我回来之前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皮影。